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好，我哋提早開車，因為今日國慶節有個放生大會，啲人嚟往喺我哋今日喺國慶節就開咪嘅，咁啊有啲嘢交代。國慶喎。國慶係咩？講個國家嘅問題。最近咧就係、習近平主席咧就去美國訪問，咁啊大家訪問咧有咗細節咧就坊間都有咗評論，帶嚟咗喺中國人嚟講咧就叫做好辛苦啦，咁都上到一個國際嘅大局嘅層面。但我哋希望下次咧，習先生個。阿習太咧再出去喺國際舞台演講咧，應該講國語，講翻普通話，再更加我哋有尊嚴啲。我哋冇必要遷就嗰、那個一個民族嘅語言啦。但係一個特色嘅，我哋打睇畫面咧就係話，睇見習先生咧就著中山裝啊！我呢套唔係中山裝嚟嘅，唔好搞錯。呢個 B 貨嚟。這件中山裝咧係孫中山先生設計嘅，係有好多內涵嘅，因為大家都有啲通識嘅。成件衫咧有代表性嘅，所以習先生係睇下先第二次著嘅，佢去國際場合。有一次咧就係2014年。出席一個國際，呢次咧就第二次著中山裝。咁但年輕人可能唔知道中山裝嘅內涵係乜嘢，有邊個知道啊？舉手。真係唔知喎。嗰件衫包含有啲乜嘢？大家介紹下啦。我都走嘅，有走嘅。佢有四個袋喺前面，就代表咧係禮義廉恥嘅。但如果佢包咗前面嗰五粒紐咧，同埋佢有嗰、那個有五個口袋嘅喎，分別佢四個前面睇到，但如果一計五個咧，佢喺內邊側邊咧仲有一個。咁如果黐埋嗰五粒紐同埋五個袋嚟計咧，就包括有嗰個係五權憲法喺度嘅。即係話嗰個行政權啦、立法權啦、司法權啦、考試權啦，仲有一個監察權。監察權咧就代表內袋嗰度咧有一個袋，嗰個袋代表就話係人民監督嘅作用嘅。咁佢嗰個袖口咧有三粒紐咧，就代表個三民主義嘅民族人權民主嘅共和理念等平等自由博愛嘅。左右三口，但佢個衣領咧皮領，但佢反轉密封封閉嘅，就話代表一個好嚴謹嘅治國嘅理念。咁啊，衣袋佢個袋上邊咧有嗰個弧形嘅，中間突出嘅一個蓋嘅，有個袋蓋嘅係弧形嘅，係三不形嘅，咁代表一個尊重嗰個知識分子嘅。但最特別咧，就喺背部咧，佢係冇縫啊，縫埋一齊嘅痕跡嘅，即係一幅過嘅嗰件衫要，就代表個國家咧係冇分裂嘅，係團結統一嘅，嗰、那個就係中山裝嘅。咁我哋講個國事咧，就係、是要大家都日常都見到啦，點解中國咁多假嘅食物啦，假嘅嗰啲。冇牌貨啊！好多人出到門啊，又冇守嗰個禮貌規則啊！好多人又唔誠實啊，做生意又唔遵守合約精神啊！咁啊，又冇孝順父母啊！有人跌低又唔扶啊！如果你扶起佢咧，佢入你數啊！你
話你撞跌佢啊？點解冇咗呢啲道德嘅底線咧？就要知道由幾時開始冇。咁我哋今次今日國慶咧，亦都提醒大家咧，即係呢個一個事實嘅歷史嚟。呢個要講翻歷史俾小朋友知道。我哋中國由呢個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之後，幾時開始冇咗個道德底線？呢、這個真係要知道啊！唔知道咧，就成日喺度拗咧，就過咗拗咧，就唔掂嘅。又冇咗道德底線，破壞咗成個法律咧，因為我揾到資料出嚟，因為記唔到咁多，所以要寫低咗啲資料。1958年8月24日，毛澤東咧喺北戴河講話，唔能夠依靠法律去管治啲人。我哋基本上咧唔靠嗰啲啦，主要咧要靠決議開會，一年要搞四次，唔能夠依靠民法、刑法咧去維持秩序。我哋每次嘅決議咧都係法，所以變咗早期大家睇到張曉明啊、陳佐洱之流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共產黨嘅黨員。佢仲係根據以前留低嘅一種規律嘅，咁啊當我哋嗰個黨嘅決策咧、黨嘅決議咧，就係法令嘅，係毛澤東講咗嘅。開一個會亦都係一個法，所以成日國內咁成日經常開會咧，就成日都有立法，黨內立咗法，日日開會，日日有新嘅法，所以點解有時大家見啲政策成日變嚟變去咧？即係好多人搞唔清啊！點解中國政府成日變嚟變咧？就係佢要根據呢樣。同埋咧，毛澤東亦都講要人治，唔要法治。《人民日報》有一個社論，全國《人民日報》一個社論咧，全國要執行嘅。咁使乜要法律咧？佢意思就係咁。即使我《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全國都要執行。咁使乜要法律呢？大家可以參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嘅第427頁，就有記載呢個講話。好啦，跟住彭真作為組長嘅中央政法小組咧，好快咧就寫咗一個啦。呢啲拆老細鞋嘅毛病啦，彭真啊，嗰時就即刻咧做咗個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嘅一啲問題，向主席同中央嘅報告。毛澤東講咗咩人治唔使法治，跟住彭真要做人大委員長，跟住整咗一個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咧已經沒有必要制定。就算在1954年開始的由1954年開始推行的法制即刻斷了，到196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報告發出了關於中共政法機關精簡機構改變管理體制的批覆，這個批覆宣布了中央書記處決定了，第一，中央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合埋一個處辦公，對外三個機關名稱不變，保留三個招牌，三個大門呢出入對外啊，俾人睇到分外。但對內咧，就由公安部黨組統率，兩院各出一人參加公安部黨組，以後加強工作聯繫。第二三機關合署辦公之後咧，呢三個機關連埋署辦公咗咧，
最高人民檢察院保留20-30人，最高人民法院咧保留50人左右，各設一個辦公室，分別處理檢察、法院嘅必要聯絡工作。根據呢個決定，中央公檢法3個機關實行聯合辦案，同埋一個地方辦公。咁啊，明確規定咗3個機關咧，都由公安部黨組統率。08-05咁咧，將2個呢個高等法院同埋呢個兩高嘅位置咧，直接咧就擺咗公安部領導之下，成為咗公安部嘅附庸。變咗喺1954年制定嘅憲法咧，就變咗廢止啦。憲法規定嘅平衡機構一府兩院，國務院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都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嘅規定咧，就成咗一紙空文。而國務院嘅下屬機構公安部咧，就成為咗2個高嘅領導者，所有法制秩序徹底摧毀，莊嚴嘅憲法咧就咁樣俾強姦同埋蹂躪、欺辱、廢理。當中央公檢法3個機關合為一體後，上行下效，全國各地咧一律取消咗公檢法3個機關嘅建制。改為政法部或者政法公安部，跟住提出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由呢、這個即係等於後屘變咗嗰啲政法委書記啦。就冇分家嘅。好啦，各級嘅黨政領導咧，帶領呢個政法部門嘅幹警咧，就攞咗空白嘅遞捕書、遞捕證同埋空白嘅判決書，落去鄉下落去廠，打開局面，跟住咧就拉人，將拉起嘅捉咗拘捕嘅人咧，甚至咧就唔使開庭審判嘅，喺個空白嘅判決書上面咧寫上一個名，加幾個罪名咧，咁啊判刑噶啦，甚至咧或者直接槍斃。大家可以參睇呢個《與黨治國辯面官》喺《炎黃春秋》2010年第7期有呢一段內容。到咗文革時間，所有咧就更加唔使講啦，連國家主席咧劉少奇咧都隨意拉佢嘅，隨便打嘅，隨便折磨到死嘅，上億人咧被審查。幾千萬人咧被批鬥，幾百萬人咧係打死咗嘅，明白？咁啊變咗完全唔需冇法律可言嘅。我如果一個國家去到咁嘅情況咧，冇法律咧，就更加我哋冇可以再講任何嘅道德嘅喎。法律都冇啦，你仲更加唔使講道德。當一般人在講中國社會的道德，一定不要忘記究竟是哪一個人在什麼時候徹底摧毀了一個法制的體制，連法制都不要了，怎樣講道德呢？這裡講呢，就大家要明白為什麼說50年不變基本法，咁啊，香港基本法咧就冇嚟冇去，冇嚟冇去，喺呢個竹字室，就呢個就毛澤東當年咧留低咗呢套嘢咧，到而睇先，舊年先開始改少少，好辛苦噶，改呢啲因為佢哋共產黨一個幫會嘅文化。
等於我哋而家農村，我哋喺新界啊，喺中國嗰個農嗰啲村落嘅文化，即係譬如話我鄧氏家族啊、侯氏家族，咁個祠堂咧有一套規矩嘅，咁嗰套規矩咧到而家就算到而家咧有乜嘢喜慶節日啲人咧係冇人敢改。亦都冇人敢提出改喎，就算而家香港嘅幫會或者台灣嘅幫會，講黑社會啦，佢哋而家入會儀式咧，開個祭壇咧，開嗰個壇咧，都仲係有反清復明喎，大家睇電影睇到啦，斬雞頭燒王子喎，喂，咁你嗰、那個？呢、这個時代都冇錯，冇咗得復明朝啦，係咪？但係又冇人真係挑戰佢嘅喎。就算你係幫會眾人，今時今日，你去開香壇，讀好多書，有識之士，佢都冇人挑戰呢套嘢喎。你係大佬，你而家開壇，我就算入幫會咁，你搞到文明啲啊，合科啊，有啲啊，點解仲要？整個反清復明嘅年鬼喺度咧，大家有冇睇過話挑戰佢啊？拍電影都攞翻出嚟拍嘅，到而家拍古惑仔電影啊，拍嗰啲黑社會電影，有呢啲咁嘅遊客社會儀式咧，都仲係寫反清復明。咁大家可以睇到我哋嘅民族咧，係喺呢方面咧係好差大件事嘅。因為今日我出嚟咧就國慶，咁啊今日開麥，咁我臨出門琴晚，我太太好少提我，有提過三次。咁啊，聽日你國慶我開麥，唔好講粗口啊！國慶就講粗口，有好多小朋友嚟，所以今日咧少講粗口。咪有對國慶嘅尊重，啊講少個，今日冇粗口聽呢次。咁但係真係要講嘅喎，一個國家嘅歷史，如果我哋嘅中國人。你唔反省嘅話咧，係好難進步。咁我哋希望所有香港嘅幫會啊，好多幫會，包括台灣嘅幫會，唔該你搞入會儀式咧，唔好再搞反清復明。啊，係一個悲劇嚟。搞同心嘢啊！好啦，咁啊，因為佢哋依戀咗呢樣嘢咧，冇人敢改啊，變咗而家你第五代嘅領導人，第三四代嘅領導人喺中國，譬如話喺香港回歸，喺香港回歸之前，我將七十年代都開會噶啦，一路準備啊，到臨中英會談之前更加開好多會啦，就一黨就定咗好多對香港嘅方案嘅。回歸前點樣搞鬥爭，同英國扎馬啊？好啦，回歸後咧個大方向係點咧？咁啊，要將個中香港咧，就好似對新疆啊、西藏啊、內蒙啊啲，變咗香港最好做一個冇香港人嘅香港，唔係香港人嘅香港。我話成扎老鬼定咗落嚟，等佢定咗呢套咁嘅由。等於香港佢定咗公安部咧領導法院同埋檢察院，等於香港由警務處長管法庭同埋管律政署嘅。因為基於呢個咁嘅制度咧，大家睇翻中國呢一百幾十年到今時今日到而家啦，想改革開放到而家好啦，完善個體制。你幾時聽過或者睇到中國電視台或者？報紙有話法院放人嘅，睇過未？多唔多？法庭話宣布無罪釋放嘅，聽過未？大家有冇聽過？全世界最英明咧就是中國嘅公安嘅，奉旨冇拉錯人。啊，冇聽過法庭放人嘅喎，話。證據不足、啊、無罪釋放、啊、或者個法律呢就有那個程序不公義、啊、個律師辯護你又好無罪釋放，大家聽過有沒有聽過中國的新聞呢
會好隆重宣布咧，嗰啲被告咧無罪釋放。好啊，好，一拉就係喎。即是因為他那個由公安部呢是黨委書記呢是領導了整個司法機構，一放親那個法官都不行的，即是我拉錯人啊，我不可以錯的，我一錯的，所以很大件事。好了，去到最近在我們講事實啊，我不需要用一些工作來標榜自己的能力，因為我很多年以前看到中國在這方面是有問題的，真的有問題。我們只看拜山呢，我們已經是頭赤的了，說又燒火燭，說又捅燒豬，很多東西說我們小時候跟那些屋企人去拜山，哇！爺爺去拜祖先，點解要捧咁大燒台三母嘅？捧嘢燒燒台三母好辛苦啊嘛，又熱。俾祖先食啊嘛，但始終睇唔到有人食喎，咁啊下晚自己食翻曬嘅啫，搞到身水身汗，但冇人敢提出搞嘅，一提出搞咧大件事，打交見雜嘛。咁啊，知道自己嗰個民族咧好多嘢都冇進步。咁啊，喺到我八十年代翻中國做工作咧，就睇到咧，真係佢哋個制度咧係個公安局長嗰啲咁大嘅咧，啲法院嗰啲法官都要聽佢講。你真係咁樣判就得啦，咁食飯啊，聽下咁樣判就得啦咁。即係你有當個迷咁啊，記咗喺心啦咁啊。但冇人敢講喎。他黨外的人更加不可以提出，因為多年制定這套東西呢是無上權威的毛澤東和黨中央那些小組領導小組做的，都有敢提出，都有敢提出的，即是等於我們在現在新界的村的祠堂那些宗族的規矩，沒人敢提出的。變成現在那些張曉明啊、陳佐義之流啊，就是攬著那套東西呢，就說到呢，就說我們這個梁特首呢是凌駕法律的嘛。那大家咪聽到啊，我們梁振英不用咁複雜的凌駕法律，我們已經真的撼頭埋牆黐了線，真的拿個懵仔牌那些入了青山精神病行下出來，那你就凌駕法律咯。所以你那套咁落後的思維咧，喺個中國咧，成個障礙咗我哋進步。所以我哋喺國慶咧節日咧，就有一個願望，就希望自己國家真係完善嗰個制度，將嗰個法治嘅精神咧，唔係擺喺文件上。你對外就咁樣，對內咧就唔係咁樣嘅。咁咧，你始終咧左右腳咧會棘到，呢個係我哋今年嘅國慶嘅願望，真係依法治國，依法治港。咁但係依法治國、依法治港咧，就唔容易嘅，因為你一黨專政嘅國家咧，你冇下放權力俾人監察咧係唔得，所以都要求中國政府咧係首先要開放傳媒。起碼你要局部要開放傳媒，每一個省都有一個民間辦的電視台。如果你不給民間的傳媒監督呢，你是一定有漏洞。習近平這次訪美有什麼收穫呢？收穫都很多的，國際地位就不再說了，當然你的國際地位很辛苦的，但他是很強調說他不做霸主的中國人，希望令到他們外國的人、南海的人都安心，但你不信你的嘛，
點解唔信你呢？因為菲律賓咧係好叻嘅搞外交。既然間你中國話依法治國，到人哋提出將個南海事件咧擺上國際法庭咧，中國政府就褪啊嘛，唔肯啊嘛。所以佢講一大堆嘢咧，人哋唔會信你。特別我哋香港呢個回歸後嘅樣板咧，佢亦都搞得唔好。全世界看住香港嗰個政制發展啊，各方面，你中央政府咧有冇遵守個承諾咧？就算你俾香港人佢自己選特首好選乜政府咧，你都冇，都唔係引起乜嘢大震盪。咁個特首都係打工嘅啫，咁你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咪俾特首執行咯，係嘛？如果你中央政府咁多部門都監控唔到個特首，你都失敗。所以我哋有一次節目提出咧，話咧香港嘅特首咧最好由大法官退休去做最好，比較獨立，少咗外邊嘅關係，唔會咁多層層關關層關係層層關係，呢個係對香港係好的。但問題係而家啲左共咧搞到香港嚴重分化同撕裂喎，咁樣點搞啊？一隻手掌打唔響，一隻手掌打唔響，歸根結底都係嗰個利益問題。咁啊，呢個要有由中央政府要重新調整嗰個政治智慧啦。有好多反對派嘅，你都可以。有建設性嘅你要用噶嘛？通常都係拆台嘅多喎。唔係，你要知道啊，佢拆你台咧係好事嚟噶嘛。如果你嗰啲係實情嘅拆唔到噶，如果你嗰、那個你嗰啲政策啲嘢咧嗰個底氣唔夠嘅，理據唔夠嘅，俾人拆你台啊，對社會係好噶嘛。咁你再搞機場第三條跑道，又係無底深潭喎，喺度等高鐵一樣喎，繼續燒錢，咁你嗰份合同點定咧？係嘛？有冇需要你個第三條跑道咧？好多人都提出咗冇需要，但點解夾硬要搞一錢多啊嘛？搞呢啲咁大工程，你一路可以吸好多錢，好多利益問題。反正啲工程單單都難嚟啊！所以大家知道咧，我哋嗰個成個中國嘅問題咧，所以黨內毛澤東當年咧係搞咗出嚟出事嘅，見到法律都失控，有法都做唔到嘅，咁啊令到個社會咧更加大件事。有咩問題啊？咁啊！呢、这個去中國化和手係董建華回，因為搞到咧回歸咗之後咧，就反而冇咗中國歷史呢科嚟讀喎。咁陳佐洱佢係咪知唔知㗎？呢條友仔應該知嘅。咁知佢仲喺度搞搞咩？通常佢哋搞咩？大家要明白。中國有幾樣嘢咧，就正話我哋講啦，佢個邦文化咁古怪，但佢哋嗰個文化延伸到咧，佢哋冇一道德底線咧。佢哋講嘅説話咧，當常係反面嘅喎。喺，所以我哋第二個願望咧，就希望中國共產黨咧要抹除咗嗰個馬列主義嘅堅持馬列主義。是不夠用的，亦都是落後的馬克思和列寧那些作風。那他有人駁的，我們都是靠那個共產主義打天下的。但是那個共產主義是盜賊主義來的嘛。就說你嗌口號，一個社會富有的人少，窮的人多，你連買一班人，我打低他，我們分他身家了，那就十年了。
嗰啲係打劫主義嘅共產主義，佢用一個招牌好聽啫嘛。但你嚟打江山，當年啊，我哋好難用歷史咧，好難啊，用而家嘅歷史咧去批判過去嘅問題。當年你共產黨利用呢套招牌打江山，係無可厚非。但你打完江山呢套嘢咧，佢自天下就唔得噶啦，因為佢打江山搞革命、搞鬥爭嘅時間咧係冇仁義道德講嘅，乜嘢爛渣手段都出曬。特別喺列寧嗰陣時喺講過咧，就話喺佢哋嘅共產鬥爭哲學嚟講，主要嘅鬥爭哲學咧就話，佢哋對嗰善良嘅人咧係要攜咗入敵人嗰度噶嘛。你知道呢啲群眾係善良嘅人，佢就將你喺個黨內咧，就將你劃入咗喺敵人嗰度嘅。佢有佢嗰個理據嘅喎、哦，佢因為善良嘅人咧就會同情嗰啲被壓迫俾人打壓嘅人。我哋共產黨即係打天下時間咧，用好多殘忍手段、好多唔正確手段咧，去進行嗰個世界革命。咁喺個行喺個過程咧，就啲善良嘅人咧會睇唔過眼嘅。佢睇唔過眼咧，佢始終有朝一日咧，佢會幫對手咧嚟反對我哋嘅，變咗咧一早就將你劃入咗敵人咁樣。有好似係啱咁嘅喎，你唔可以話追嗰個鬼辯術，大家要小心喎。佢哋又咁樣睇。好啦，既然大家咁樣睇咧，就點樣延伸到而家咧？你可以睇到我哋喺國內，如果你翻去旅行，你睇到喺啲有啲城市咧就好笑啦。哇！有啲狗好靚啊，我就捉咗翻嚟養啊。咁啊，佢好愛護啲狗，好愛護動物啦。啊！仆街咧，唔係佢叫你食噶嘛，所以國內咧，佢話如果我愛你啊，或者中意你啊，或者讚你好人咧，你真係要小心嘅喎。你會誤咗佢真係愛你喎。譬如你翻到國內，所以成以前佢啲小朋友做生意咧，你翻唔好食啲大陸杯，唔好搞啲小三嘅唔搞。佢話、啊：我係好想慕你啊！我真係好愛上咗你啊！咁等於佢哋只狗捉幾隻狗翻養，佢啊！我真係好錫佢咯。佢真係翻養喎，養到肥肉白白，我驚佢唔肥咯，肥咗先劏嘛。你仆街，係咁嘅思維啊嘛。啊，所以你一同國內嗰啲人交手咧，你要小心佢個表面嗰套嘢咧，同埋佢後邊嗰個動機啊，係唔同嘅。所以點解李嘉誠都撞板咧？初初話佢係大慈善家，一個愛國嘅商人，非常好，賺到天上有地下無啊嘛！我哋成哥俾共產黨係咪啊？咁一樣係養肥咗就劏啊！而家佢走啊嘛，劏佢唔到嘛，咁咪鬧到仆街咯，係咪啊？醒目啊嘛，阿李嘉誠走得快啊！啊，每次啊，江澤總書記嚟到香港都住間酒店啦，啱唔啱啊？阿誠嗰間酒店招呼啊，江澤民啦，係咪？所以一個好惆悵嘅現象嚟噶嘛。到而家我哋誠哥啊走啦，咁咪發爛渣咯。所以咧係好丟架嘅。亦都睇到好多當然啦，我哋知道喺呢度最高層嗰度咧，啲思維已經可以改變啦。即係我哋喺啲高層嘅人，但咧亦都有好大部分嘅黨員咧，個思想咧未改變。變嗰啲未變啊！即係嗰個共產黨嘅毒素咧，仲喺度。咁我希望中國政府咧要調整，即係唔應該再用呢個共產主義嘅思想咧去治理香港。列寧嗰啲思想咧係違反人性，佢話打天下可以，打天下可以，治天下唔得嘅。嗱，咁啊，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咧就話：大陸人唔好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喎，點睇咧？好多人都覺得係咁嘅喎。點樣講咧？佢唔係語無倫次。
刺喎，你哋好多人都喺呢方面搞錯咗。唔係語無倫次。佢嚟緊講嘢點？佢可以顯示佢嗰個權威啊！嚇，佢係好覺得好正常要咁樣做喎，佢擺款啊嘛，佢擺款。當然佢唔知道佢嘅層次，因為佢呢種擺款咧係低檔嘅，因為佢冇見過世面。所以我哋可以話點解中國啲人而家有咗錢啊，或者幹部咧？仲係一個咁冇水平咧，我哋可以可憐佢，唔需要話佢要同，即係你哋同情佢同埋可憐，好可憐咯。佢哋都唔知道社會嗰個標準喺邊度，而家先叫行出嚟嗰條門周圍世界行下啫嘛。佢哋冇教呢、這個國際嘅禮貌啊。同埋嗰個 value 嘅層次係點樣睇？喺共產黨冇呢套，冇呢套文化。咁啊，但我哋都知，即係有少少諒解同埋理解，係可憐人嘅，可憐人。但都係想笑咯。所以我嗰時都同大家節目講過，但我逢係嗰啲大款同大企業家嚟到見我咧。我整蠱佢請佢走去法國餐廳食飯，佢唔識睇法文。哦，我真係企喺度，我真係扮屙尿行咗啦。等啲時間叫等佢成日慢慢周身條腸邊食咩咧？人哋慢慢佢食咩噶嘛？即係要話俾佢 nothing， 有好多嘢扮佢。同埋如果做開大官嘅咧，佢落嚟咧咁就成日話請佢旅行，佢去唔到嘅。佢冇權噶嘛，佢乜都冇，係好可憐。佢唔知啊嘛，咁你咪提醒佢咧，你係 nothing 嘅。我請你歐洲玩下個禮拜你都唔去到，你係冇自由嘅人，佢唔知嘅。但你提醒佢，佢自己係 nothing 嘅。你係黨嘅工具嚟啫嘛。你咧張曉明嗰啲好慘噶，你份嘢你讀噶嘛，讀完俾人鬧到撲街噶嘛。是吧？他自己出來宣布說梁振英是凌駕三權的超然的，被人罵到仆街，很慘的。你給份要讀的嘛，任到他不讀的，讀完都是被人罵到仆街。過來做官很慘的，你杯山埃你吃，那你都要吃，你明知山埃吃的。在古代還自由啦，大家皇上咧御赐杯酒俾你飲，嗱咁你謝恩啦咁噶嘛，仲要謝恩啊，唔使豬你狗族啊，仲有全屍俾你啊！喺中國都係仲有嗰個古代思想噶，佢哋黨內鬥爭係好殘忍，都唔加對。有咩問題？答翻。咁啊，睇見報道咧就話一田百貨嘅CEO 莊偉忠咧就有係一個有良心嘅領導啦，咁啊好感動，好多人都好感動喎。咁呢件事點睇咧？唔識呢個人，但都係睇有啲報道咧，就話佢哋搞個一田百貨咧，管理啲員工啊，各方面福利都幾好嘅。咁而家大家有朋友識佢嘅，可以同佢做個訪問。第二個問題。咦，唔係今日我哋有個你個有個學生嚟介紹下，請個學生分享一啲有關癌症嘅事。佢咁樣噶，有前因後果嘅。我唔識佢學生嘅，大媽帶佢嚟。咁咧嚟到咧，我佢婆婆喺醫院咧，唔知三四期嘅肺 cancer， 咁咧就又一路咳血，就醫生咧就話完全無法可施噶啦，又做唔到手術噶啦。咁啊嚟到咧，我咁樣我啊，醫生冇法，我都冇法嘅。咁樣我俾啲印尼嘅金木你，希望你婆婆咧冇辛苦。咁啊叫沖茶，沖茶咁啊一個禮拜走嚟再揾我咧，就買咗小禮物，啲食物禮物。咁啊見到呢個女女咧，佢對婆婆真係一份孝心嘅事實。你都懂得感恩，因為在我們的醫術，如果人不
感恩咧，唔可以再出手煙啊！咁啊，即係感恩咧，咁我就特登咧又攞咗支瑞士三泉水咧，我哋再試下啦。我同你祝福咗，你攞翻俾人。咁啊，而家婆婆通街走，醫生覺得一個奇蹟。阿梅佢自己介紹，講真話，唔好包裝，好嘛？大聲啲啊！多謝 Doctor。咁我婆婆就飲完啲金木水之後咧，就好好多，即係好精神咯，個人可以行得走得，有去買餸啊，成都冇問題。咁就比初期一開始嘅時候就咳血啦，係啦，醫生話都冇得醫噶啦，咁樣都放棄咗。咁而家就好好多，多謝。啊，你繼續同你婆婆祝福得噶啦，啊，多啲引佢笑啦，引佢笑啦。嗱，呢個係撞彩嘅事實嚟嘅。一鑊唔求我師傅濟，我師傅真係一出手。我哋要撞彩啊，高高唔同撞彩。有第二個問題。又分享咗一啲都幾好嘅事啦。提醒大家，癌症真係唔係病嚟嘅喎。佢真係有人中招咧，大家可以問一問啲細件。譬如如果你屋企人有 cancer 咧，你點醫㗎咁？你叫老實同你講得㗎啦。佢哋唔係用嗰套嘢㗎，大家唔好忘記，唔係用住佢哋用開俾你哋嗰俾啲人嗰套嘢。你唔理佢，反而冇事。但當然有啲少少方法啦，但最緊要令到嗰啲人笑喎，開心，空氣好緊要，空氣同埋水最緊要，即刻改變嗰個飲食，就自己會有個功能咧，會自己收到。第二個問題。嗱，咁啊，講翻澳有網友就話啦，有澳門有呢個賭廳啦，咁賭錢啲人又走佬啊，咁嗰啲股票又射到七彩啊，咁樣點算喎？澳門冇股票㗎，唔係啲賭股啊，啲賭股射到七彩啊，嗰個好正常㗎，因為澳門嗰、那個。他們全部出事的，因為為什麼呢？譬如他們在澳門拿了錢賭錢的人回了中大陸，你就追不到數的嘛，因為大陸在大陸不承認你賭博是合法的嘛。你澳門呢，如果他有賭牌呢，你嗰啲賭場攞錢咧，佢喺澳門行使嗰個法律追你數都可以追到嘅，根據法律，因為佢喺嗰個賭場咧係有賭牌合法嘅。好啦，如果你翻去大陸追大陸人呢啲數咧，你唔可以行使法院喎，法院唔接受咁啊，你係非法啊嘛，大陸唔合法啊嘛，千祈啫。好啦，你透過法律追唔到數，你再話使橫手去追數咧，仲重大件事。你回惠州海南島追數，每日超斬死你啦！人家斬你，人家一斬追數追到數，即係一定我追啊！哇！如果呢啲咁嘅啲咁嘅帳面，靠啲咁嘅撈領大馬仔，你賒我賒你嚟擴大咗、那個，佢哋話譬如話呢、這個月殺咗幾多千萬，殺幾多億，實際係虛數嚟嘅喎，未必收到嘅喎。當然都是早年他們很旺的時間，透過那些地下錢莊啊、銀聯啊、即係碌卡啊，輸了之後走去當買勞力士、買鑽石、買成碌卡咧，咁啊換現金啊嘛，佢哋成十幾個 percent 啊退翻，但呢個唔正常啊嘛。我係一個，所以嗰日佢就話，仲有一個嗰、那個陳佐義仲話：你睇澳門幾好啊咁啊！而家你唔錯咯，好唔好？一個社會靠一樣咁嘅生意嚟頂住個場就遲啲好散嘅嘛，佢哋正常嘅，佢哋冧就一個嚴打，再跟住一稍微滿足你嗰個外匯嘅黑市錢莊，你澳門何來會掂啫？
睇到啊 ，sorry， 係舊年佢好早啦，成半年前我俾人沽嗰啲賭股噶嘛，記唔記得大家？記得。我哋你哋沽空嗰啲賭股啦，計到數，死數嚟噶。跟住而家你仲話嚴打貪污，邊個敢去換佢啊？因為賭場有曬攝錄機攝曬你噶嘛，係咪？啲幹部唔敢去啦，嗰啲企業嘅靠貪污揾到錢嗰啲又唔敢去賭錢啦，又唔敢買你嘅錢咩啦？但澳門仲有一個，如果佢哋一調整咧，佢將來都仲優勝過香港嘅。點解咧？喺邊方面咧？第一人少啦，第二咧佢哋嗰個爭論冇咁多咧，社會做一啲特別工業咧，佢好快，佢好快嘅。但我哋有幾樣嘢你做就頂得曬成個社會嘅，真㗎真嘅。如果簡單，你會唔會夾埋印度嗰啲醫藥公司嚟做復方嘅藥丸發達咧？會唔會買翻大陸藥廠啊？淨係同印度合作啊，嗰啲復方嘅藥啊，係嘛？好靈活噶嘛，可以佢已經係龍頭生意嚟嘅，仲好過開賭場。中國幾多人？對藥的需求是非常的，他還有那個司馬那些在澳門快的，但我又沒有跟他們談這件事，他們都未必想得到，因為印度很多草藥呢，很多藥呢是很便宜和很有效的，那些復方的藥，那些標靶藥你們買成兩萬多三萬元，在印度是二千多元而已，澳門可以做呢樣嘢，台灣啲藥都唔錯。仲有好多藥，你唔吸引到，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網友就問啦，咁朋友生日送咩最好啊？係咪送張六合彩俾佢咧？梗係送翡翠啦！你平要貴咗啊！因為嗰啲人咧，佢送件翡翠咧，佢戴到老喎，都大噶嘛。等到死都買去陪葬嘛，係咪好有幾價值啊？誒最抵買嘅，而家都仲係平。仲有得買。你唔使買好靚噶嘛，但佢有價值嘅，同埋佢係令佢有種安神嘅。你有咩禮品可以用得咁耐咧？有佢唔打爛嘅嘛？有啲小朋友半年嗰時有人送過個玉嘴俾佢，有啲戴到幾十歲都仲喺度，佢更新咁嘅玉器。那樣是最有意思的，君子培育。第二個問題，那個問題就可以問完了，那都是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呢？一會兒呢，如果各位現場的朋友們有什麼問題，就寫多些問題來問吧。好了，今天我們宣布那個這個國慶的放生開始正式。好，奏個歌吧。是你演奏個歌啊，開始未？開機啦喎。好，大家起啦。这个国庆的放生，很多都是以前来过的，但也都有些新的朋友都 要重复讲一点，为什么要搞这些活动呢？
生存係一個好表面嘅層次。喺個宇宙嘅空間咧，我哋係喺一個好粗糙嘅層次去生存。由你一出世到離開世界咧，係好冇人嘅，好近，好少人，好少人，甚至知道你嗰個生命嘅。嗰、那個主宰你嘅生命嘅力咧係點樣？所以喺度講到呢方面，你唔知咧係好正常嘅，因為人冇帶學問嚟個世界，因為你冇知識帶嚟出世啊嘛。其他在世界的生物呢，它有大知識來出世，譬如那些雀仔，它懂做豆，燕子更厲害，懂得看風水，那些蜜蜂又懂做豆，專專懂結網，蟻又搭那些蟻豆，如果你看它裡面蟻豆，它的力學很準，但人是沒有大知識。所以一出世的人呢，他連去揾食都不識的，要我媽媽呢抱他埋身邊吃奶，因為他沒有大知識。所以他沒有大知識來到你在那個十二因緣，這個比較深，由十二因緣在中段那裡，他開始認識的顏色，跟著在世情，他由旁邊的人影響他就最大的屋企。他見到人的行為學習呢，他就因為他沒有知識，他當他身邊發生的事情給他的模式就是正確知識，他當了是對的。那麼如果點解喺英國皇室佢哋嗰啲教育咁嚴格咧？七歲咧就要俾佢寄宿咧，佢就唔希望俾屋企啲工人啊，喺皇族嗰啲人咧影響佢嘅行為唔正確，所以七歲咧就要離開屋企寄宿嘅，喺啲皇室啲人。等於喺清朝都係噶，一出咗世幾個月咧就唔俾見媽媽噶啦嘛，離開嘅。是獨立教育他們，正式給知識他們，即是給正確知識他們，因為說不定你將來怎樣管治一個國家。那其他人沒有知識來，那在個世俗來說呢，我們都是跟著世俗的習慣性去生存的嘛。我說九中你上學讀幼稚園讀小學，現在多了幼稚園讀，跟著又 有兒童班，都不是他控制想讀的，一路搞搞了二十年讀完大學出來，跟住呢就俾個社會習慣性呢，你要買間屋住，供三十年樓會，咁你去咗五十年就收工嘅喎。到你供樓會嗰期間結埋婚三個小朋友呢，你冇時間去諗生命嘅問題㗎嘛。你沒有時間想生命問題，因為你連做一個很普通的人的資格都做不到，連動物都不如嘛。動物不會為個鬥的，你那個不會為個鬥去投赤的嘛，啲動物一出世的它一定有地方住的。所以你睇到人類社會越搞越大件事噶嘛？我既然喺呢個咁粗糙嘅表面嘅層次咧，你都處理得唔好嘅，咁喺生命後邊咧，再一問落去啦，咁點解有啲人啊咁有錢，有啲人個生嘅出世又咁好咁幸福，點解自己喺人生路上咁多嘢咧？咁你更加唔知嘅喎。
咁你唔知唔代表個宇宙係咪有個程式可以影響到你咧？呢個屬於嗰個大自然嘅憲章嘅問題。但喺世間嘅宗教咧，佢就係、是、創造咗個上帝喺度啦，咁咧創造咗個主宰嘅神喺度啦。每個唔同嘅宗教，每個唔同嘅民族啊，佢又去代替咗啲人，你唔好諗啦，突然諗唔到就當神咧安排咗就算啦。呢、這個動機係好嘅，願意係好嘅，咁事實真係你有一個唔知道嘅咩神喺度，但跟住咧就麻煩啦。咁咧有神咧就變咗有代理人啊嘛。咁啲代理人一作怪咧，個社會就亂到而家啦。所以最近咧，我晚誒呼籲大家咧，記得通知啲朋友去睇嗰套香港來自星星的 PK 呢套電影。唔睇咧，你係走寶嘅，好好睇嘅，好笑嘅，印度電影嚟嘅。來自星星的 PK 而家仲做緊嘅。嗰陣間你頭唔知尾唔知邊個影響我哋嘅生命咧？原來咧喺個宇宙咧有好多道空間嘅，你嘅行為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因果力喺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菠蘿就有菠蘿。你唔會種菠蘿咧變咗香蕉嘅。突然間有一種嘅力存在，有個咁大因果力。咁我哋人生就可以利用呢個因果力咧，去改變你嘅命運咧，就合俾自己。咁點解會搞放生咧？因為我哋習慣咗喺呢個世界點解咁多麻煩、咁多問題出現咧？就因為而家個世界咧，係大部分嘅生命咧都要靠食其他生命去生存。即係所有我哋眼見到嘅生命，大部分佢係要靠食其他嘅生命咧生存嘅。咁有一個因果律講，你今世食我，第時我食翻你轉頭。喺呢個咁嘅世界，我哋點樣要求到有和平咧？即係我咁嘅要靠生命食生命嘅世界，你要求和平啊、安穩咧，呢個係呃人。我話突然間會發生咗咁嘅生命食生命咧，有咁多負面嘅衝擊，我哋唯有咧有機會嘅話咧，就做翻一啲行為，我哋去拯救生命入手，將呢種衝擊咧去平衡翻佢，所以咧就有一個咁嘅放生嘅活動，係根據宇宙法則。個因果嘅力咧去做，能夠做得幾多得幾多。咁但有人問喎，咁你救得幾多咧？咁即係等於我哋有好多好有好多朋友啊，又捐啲錢去學大陸國內啊，幫一啲小朋友讀書啊，又捐啲錢東華山做好事啊咁樣。誒、個世界咁多事，你邊度幫得到啊？世界咁多事，你真係幫唔到。但你做過，你做嗰件事咧，一定有一個人俾你幫到，嗰人咪得益咯，係嘛？所以大家咧要盡量去，亦都盡你本分咯。因為我哋做呢個本分咧，係應該要做嘅，唔係宗教信仰嚟。每一個人咧出世。要靠外面世界支持你才可以成長，到你晚年又要靠外面的世界支持你才可以光向晚年，年紀大了你走到行不掂，有人扶你，有人照顧你，你又沒有工作能力了。那我們在中段的時候是不是有能力，是不是應該回輸給社會呢？我哋唔應該當係宗教信仰噶嘛，
即係我哋頭尾咧都要人嚟幫自己嘅，出世自己都冇能力，行都唔識，有人湊翻學，又有人餵奶俾自己，到你晚年瞓喺牀度，你又要有人照顧你，頭尾你都唔掂。但係好多人咧，去到中年嗰時咧，如果有啲成就咧，就牙刷啦，以為自己叻曬，咁忘記咗咧，佢原來咧頭尾都冇力。如果大家唔信啊，人真係冇力嘅喎。你而家行落樓下放生時咧，你企埋一邊，你單腳眯埋眼企一分鐘俾我睇下。單腳啊，一企一分鐘啫，你係冇力嘅，發個字嘅。我話如果你翻屋企咧，你又可以踎一下再起身一下啫，你都唔做唔到嘅。嗱，你踎低一下兩分鐘，慢慢落，再上翻嚟兩分鐘，慢慢上，你發覺咧你自己係冇力，你係nothing。我哋睇翻社會啲事，收唔機夠錢啦，有個仔咪坐緊監咯，許仕仁夠話竅王啦，而家咪坐緊監咯。啊！我哋劉耀雄大哥夠巴閉啦，嚇、啊！佢而家咪屬於通緝犯添啦，判咗坐監。係人冇力噶，你係冇力噶，冇力的。你連一啲少少嘅傳染病毒啊，你都搞唔掂啊，睇唔到咁滯噶。有嗰啲禽流感病毒，全世界咁多醫學家啦都冇力嘅，你連搞啲咁嘅咁細只嘅病毒都搞佢唔掂啊！你係冇力嘅，冇力嘅。所以咧，大家唔好驕傲。咁因為基於呢個因果問題咧，我哋有呢個放生嘅活動咧，就係話大家緣分啦。以前我自己做嘅廿幾三十年前，但係後屘有啲朋友咧，不如擴大啲啦。咁啊，所以到每年咧，我哋都有一兩次，就話我哋。盡量希望透過一個行為咧，對自己屋企人、對自己嘅祖先啊，都有啲好嘅活動咧，借個因果力咧改變、提升自己嘅命運，所以今日要講清楚。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請博士咧為我哋解答啲問題嚇。有位朋友就問：我哋平時係咪有時間嘅時候可以抄下啲《金剛經》咧，留待日後使用咧？如果你唔明金剛經點解咧，最好就唔好亂咁抄啦。嗰個唔係叫你仔去應酬本金剛經，大家唔好搞錯。你都唔明知抄佢，唔係你都唔明。嗰個金剛經係點解嘅？咁你抄嚟冇意思。我如果你話啊，我要問抄金剛經又了得啲咩咩乜嘢嘅個誒福報啊咩，剩呢個觀念係錯。再有一講講今日我哋嗰個花絮嘅節目啦，我哋擺咗有三段係奉國恩仇未了情啊，大家都好聞名嘅，一月慶州去，麥炳明嘅首本名曲，我哋擺咗麥炳明同鳳凰女嘅唱歌歌唱腔喺度，但咧有一段咧就係、是。林子祥有啊，徐小鳳教唱呢個《鳳冠恩仇未了情》喎，大家我哋嗰個花絮有呢個，仲有一段咧就係、是、我唔記得邊個人唱啊，大家可以比較下嘅。咁咧有個陶傑咧介紹嗰、那個影評咧就係、是、來自星星嘅 PK 啦。我哋有擺咗一段係張國榮做嘅《霸王別姬》嘅一個電影，大家值得睇嘅。咁啊睇到咧，原來嗰個京劇啊，嗰啲藝術咧係唔係咁容易學得到嘅。
點解會最近喺呢啲節目度多咗一啲咁嘅戲曲嘅資料咧？就希望年輕人咧認識翻自己中國嘅文化啦，就唔好覺得話嗰啲京劇啊、粵劇啊、大戲啊勾嘅。你透過去睇人哋嗰個唱腔嘅功法，同埋最重要咧，你會認識多咗好多中文字。如果你作為中國人，你連自己嘅中國文化歷史都唔認識咧，咁就係一個民族嘅悲哀嚟。所以望年輕人咧，你我哋介紹翻啲戲曲係中國嘅國粹嚟咧，你能夠吸收幾多，你會知道啊，原來中文文字咧好靚。咁原來咧誒乜嘢先叫唱歌啊？大家都可以認識。咁問就繼續問。第二個問題啦，咁咧就話父母咧總係偏心某幾個仔女，就忽視其他仔女。咁咧無論咧被忽視嘅佢做啲乜嘢咧，父母都好似冇咩注意力俾佢，咁個心好難受。咁應該點樣處理呢？你嘅快樂咧，如果要靠外邊嘅人俾你咧，係最危險嘅喎。在屋企你又覺得人忽視你，而家出到嚟做工作咧，覺得外面啲人又忽視你。咁你最好自己學識同自己交朋友咯。唯一自己同自己交朋友咧最著數，咁啊多啲時間睇書啊，研究藝術啊。即係你嘅快樂唔可以靠外面俾你嘅。不可以被外面影響你，如果你的快樂呢靠外面的人給你，或者靠一些事情帶來給你呢，你一定會更加不穩定，要自己獨立一點。所以回頭轉頭來看呢，你的家裡是有機會給你自己獨立的，那你應該好利用這個緣分，將佢嗰種破壞嘅力咧，影響你唔開心咧，變咗係成就你嘅力，呢個係最著數。第一個問題。如果咧有朋友話，如果你已經練到咧能夠單腳企一分鐘啦，咁我進一步應該點樣咧？你練咗嚟見我咯，你練到先，你練到就唔講。好，下一期，心經咧又係講心，金剛經咧又係講心嘅，咁兩者有咩分別呢？你想佢有咩分別呢？一個個人睇唔同有個分別，就冇標準嘅喎。嗰、那個係即係飲杯水咧，冷暖自知嘅。一個個人出生的環境都不同，不可以代你給一個標準你在那個感情世界，即是等於你見到一個女朋友，你覺得她很漂亮，但是不代表你的標準，特別在那個心法那裡。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呢？郭博士建議我們在8月16日那天呢要特別在家裡噴下神仙水的。有一個真相源，因為那個是他今年的月亮呢是比較強的，又比較平時大的個月光，那個涉及那個天文學，咁啊喺一個潮水漲退咧又唔同啦，咁啊喺個時間，我哋祝福過啲水咧喺一個屋企噴咧，有個正面嘅氣場喺度比較強啲，唔噴咪天其自然咯，係嘛？噴咗嘅咁你覺得？是有一種怎樣說啊，那屬於 Tesla 的理論的學問來的，
如果你沒有研究呢，你不會明白。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啊 Tesla 那個另類的空間的作用。第一個問題，有人說抄心經之前呢，是不是最好先齋戒沐浴先可以開始抄呢？最好不要抄啦，香港人沒有這樣的條件抄得好本經，大家最好不要搞這些形式的東西。心經不是要來抄的，心經要來用的嘛。第二個問題，做大禮拜呢，是什麼人士會比較適合一些呢？做大禮拜咩人士啊？咩人士啊？佢講乜嘢人士？即係咩人會啱做啲咩人又冇咁適合咧？如果你要分到明細咧，我見到個人先講得俾你聽。即係等於做運動，有啲咩人適合做，有咩人唔適合做。第二個問題。有些朋友就去攞咗一啲金剛明沙啦，咁當個親友是還死的，一是枉死的，一是壽終正寢死的，不應該死的死，一是病死。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連灑都有效。第一個問題，有很多老人家呢都將大部分的積蓄放在做人民幣定期的，那郭博士有什麼忠告可以給他們呢？你不放人民幣就放港紙的一樣的，一歲的。你話邊種貨幣實淨呢？一定會有缺陷的喎。世間冇一種貨幣或者債券咧係冇缺陷，所以經常要走位嘅。但呢個比較深奧啲學問啊，點樣走位，同埋點樣對沖嗰個學問。如果普通人嘅就無謂立亂搞啦，你又輸唔起，又瞓唔著，咁咪照擺翻港紙咪算咯。第一個問題。好啦，咁而家好多騙案啦，咁咧有一啲人俾人騙咗，自己都唔知噶，仲好似覺得自己著數咗。咁呢種騙案咧，係咪冇因冇惡果嘅咧？咁樣？如果佢個犯罪行為唔俾人拉到咧，咁有惡果嘅。只不過佢好彩啫嘛。即係世間法律有世間法律一種法則，大自然嘅因果法則咧有因果法則。第二個問題。咁咧好中意食海鮮喎，咁成日食海鮮咧，覺得諗下覺得好內疚，係咪對自己唔係幾好咧？咁樣做，因為殺生。咁你內疚食少啲咯，如果你自己中意內疚，一路又要內疚又食嘅，咁冇人理得到你。同埋食飯各自修行嘅，我哋好少叫人乜嘢唔好做，做一樣唔做嗰樣。仲要講一句咧，就係叫人蠢冇得醫噶嘛。咁你自己諗下，你自己咪人蠢啦，咁啊～冇得醫咁嘅人冇醫自己喎，有個問題。咁咧就發現咧，郭博士喺 YouTube 上面嗰啲節目嘅點擊率咧都不斷咁提升緊。咁啊，博士你覺得點樣睇咧？對我完全冇好處。有個問題。點樣先至能夠解救中國咧？解救中國人民咧？冇標準喎。這個比較
真係冇標準嘅問題嚟嘅。譬如話打份工嘅人，佢$10,000一個月，突然間個仔下個月升你級啦，加多5,000俾你，咁佢已經係好開心噶嘛，係嘛？佢喺中國嘅問題咁多，佢喺農村嘅，佢希望唔好打風落雨，依時過咗依時，成日要求好低，個人要求唔同嘅，同埋你話好與唔好嘅標準真係唔同嘅。但係喺個原則上咧，作為一個國家嘅人咧，有責任要求咧係公平、公正啲。公正咧，好似做得到嘅；公平咧就做唔到嘅。即係話有權力喺手管治一個地方嘅政府咧，佢可以爭取公正啲。即係做嗰個求證咯，維持社會嘅秩序啊，維持社會嘅法律啊，好公正去執行啊。中國唔使話要打救嘅喎，都幾千年啦。七國咁亂又係咁樣生存，唔亂又咁樣生存，同埋咧就係適者生存。我講你自己走位。講自己嘅智慧咯，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生存。第二個問題。咁咧就阿郭博士有介紹啲瑞士山泉水啦，同埋亦都有啲瑞士營養素。咁咧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咧，將啲價格降低少少咧，係令到啲多啲人咧負擔得起咧？我由頭到尾做生意咧，冇諗呢啲問題。生意就是生意，咁啊呢個世界咧有好多人咧就你買到$5支都忍唔起嘅，咁就算你送都死喎，送到下有啲人送唔到咁多嘅，收唔到都話你唔公道噶嘛，你唔可以日日送噶嘛，而家係派錢都俾人鬧噶，排隊排排下就冇啦。唔會話由朝24小時日夜派錢派到黑咁樣。第二個問題。咁喺舊年嘅時候咧，郭博士就開始咗咧預產期嘅媽媽咧，就最好喺農曆十月嘅時候咧就齋戒。但係咧有啲父母咧就真係錯過咗呢個時候喎。咁而家有冇啲方法可以補救翻？錯過咗冇咩所謂嘅，錯過咗一世人咁長。再聽翻節目，佢揾啲有啲我講過啲方法，自己再翻聽節目得嘅。有個問題。咁咧有位朋友咧就患咗骨枯病，咁咧個位置咧就喺個盤骨嘅地方，咁咧請阿郭博士提示一下。見唔到人唔答嘅，你叫朋友帶嚟。嚟見我啦，有個問題。咁亦都係問一啲治療嘅病嘅，咁咧就有中指膽攻手喎。咁咧就應該點樣？又要見到人嘅。咁呢位朋友可以自己去打骨下，請教博士。請問郭博士點樣可以更加讓我哋自己咧認識同了解自己咧？你每日大小便嗰陣時候，你慢慢留心嗰個功能點樣行化，你搞掂嗰個大小便先。話我唔想小便，唔屙尿得唔得？唔大便得唔得？點解唔得咧？咁你要慢慢去，即係話你要觀察入邊個功能點樣行咧。你都觀察不到咧，咁你啊難認識自己啦。但呢度係入手嚟嘅，但好少人留心噶。總之佢啊夠鐘啊食嘢，夠鐘去洗手間，
但佢好少留心話點解我要洗咗間咧咁。由呢度入手，慢慢擴大你嗰個觀察力，有一個問題。阿郭博士，可唔可以講下咧，乜嘢叫做空性？如果俾個例子教我哋。空性唔需要講喎，係長期存在喎。如果你本身唔係空性咧，你手腳都喐唔到喎。我講喎，即係魚喺啲水入邊咁嘅，啲魚啊唔係好難知水有咩嘢。但係最簡單就係，如果你本身唔係個空性存在喺你身體咧，你手腳都唔到嘅喎。慢慢諗諗嚟㗎啦，第一個問題。好啦，咁咧有位朋友咧就話，佢每逢聽到國歌咧，就唯獨係聽到國歌嘅啫，就咧好有感覺嘅，又會覺得咧就好想哭泣啦，皮膚咧就起曬雞皮嘅。咁點解唯獨係聽到國歌就有咁嘅反應咧？因為一般人咧對國家有種感情，有啲人感性啲嘅，咁啊首國歌係莊嚴嘅。有啲人咧，佢對自己國家嘅歷史認識多啲咧，佢真係有感觸嘅。即係中國喺近一百年代都係呢三幾十年叫做喺國際上有江湖地位啦。以前咧真係一個好弱嘅國家，人又多啦，咁但質素又低，國力又唔夠啦，所以我哋都要話，共產黨佢執政有好多唔完善嘅地方，呢、這個佢哋都自己喺度檢討緊，一路去完善緊。但我哋唔可以否定咗咧。由呢個1949年開始成立，當然付出好大嘅代價啦。都叫做中國人咧，係喺國際上咧係有一定嘅地位。呢個亦都係佢嗰個執政黨嘅功勞。但當然喺老百姓要求咧都係唔係理想啦，但喺國內嘅老百姓咧，佢哋已經係好開心嘅，佢有個安定嘅環境啦，飲好食啦。我哋曾經帶過啲同學咧入去中國訪問，大家睇到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國家嘅面貌，容易管都係中國人太多啊，地又多。加上你我講咁龐大，咁多幹部，咁多幹部嗰個操守啊，好難話一咁樣。你就香港咁細啦，700萬人一個地方，都搞到立立亂啦，係咪？同埋你仲香港仲話國際都市啊，大家都有教育添啊。但大家唔好忘記喎，你睇翻香港啲叫做知識分子，佢哋仲醜陋啦。你睇香港大學啲事件咪知咯，即係你睇到好多知識分子嘅人，高級知識分子嘅人嗰種醜陋嘅面孔，咪知道中國更加難嘅。第二個問題，不過我哋都寄望第而家呢一代嘅中央領導人咧，佢哋都係有知識，同埋都希望將嗰、那個。問題咧慢慢解決，但我覺得佢哋唔好太急嘅。喺問下一條問題之前咧，咁我哋咧而家拉紅繩祝福嘅部分咧就準備要開始啦。咁麻煩各位來賓咧，你哋先坐翻埋位嚇。咁我哋工作人員咧將會開始拉紅繩嘅。好，咁下一條問題啦。咁可唔可以請郭博士開始一下宇宙法則同我哋個心之間嘅關係咧？宇宙法則就係永恆不變嘅，但係同你冇分別喎，咁啊，你係合一喎，咁啊。談得上有咩關係喎？你本身就是宇宙，宇宙就係你嚟啊嘛，但你唔知啊嘛，咁你唔知冇計喎。
咁啊要你揾時間，你唯有靠練功先會接受到正到一樣嘢，講唔到嘅。好啦，咁我哋下一題嚟啦。咁咧，我哋嘅業力啊，舊嘅業力咧，點樣先可以消除佢咧？即係累積咗好多，冇得消除嘅。數就僅有喺度噶啦，只不過話你唔受佢影響啫。所以佢有句俗語咧，就話：雖經百千劫，所作已不忘。即係個因果力咧，一定唔消得嘅。只不過話你唔製造條件俾佢起作用，即係嗰個蘋果未結果之前咧，你可以阻止佢生長嘅。但係嗰個蘋果現咗相出嚟咧，你就唔可以燒咗佢。即係因果力咧，等於個即係卡埋業力咧，係唔可以消失。但你可以避咗佢，或者唔俾佢起現行啊，唔起作用就得。所以大家喺度唔好搞錯。第二個問題，好都係問因果問題喎。咁有好多人咧就做咗壞事啦，咁但係又見到佢有壞嘅廣告喎。暫時未見到啦，咁啊見有啲人咧做咗好多好事喎，就見佢好咗喎。你用咩標準？咩叫壞？咩叫好啊？係你個人以為好壞啊嘛。有時你睇到表面係好事咧，實際壞事。有時表面是好事咧，佢又其實係壞事。有啲壞事咧就係好事。如果用你個人去睇個世界標準咧，就多數都搞錯。變咗你咪成日都混亂咗咯。係你嘅標準去睇個世界定好壞嘅。如果你利用嗰把尺咧係錯咗嘅。嗰、那個要練功之後先至知道點樣用嗰把尺，所以點解世間而家咁多人是非不分、一分唔清咧？有咁多人俾人哋欺騙到咧，就佢冇嗰智慧嘅問題，佢都唔知用邊把尺去度個世界，有個問題。诵经咧，系咪一定要用巴利语先系最好咧？诵经唔系关个语言嘅问题喎，诵经又冇咩效喎，唔系话完全冇效，系冇乜嘢效嘅，你都唔知个经文系讲乜嘢咁样咩，即系练口簧。即係嗰啲鸚鵡學人哋念咯，係冇意思㗎，係咪嚟㗎喎？咁啊，大家要去，最緊要係去解透咗嗰個內容係乜嘢，因為咧冇。咁啊，郭博士，可唔可以試下咧？你覺得香港而家有啲咩行業係比較有前途嘅？如果你唔誠實咧，你做邊個行業都冇前途。如果你誠實咧，每一個行業都有前途。剛才我朋友同我講喎，佢話佢有個老友記做西裝，而家人工收到20,000一套，未計秒啊！20,000啦，做一套西裝人工啊，未計材料啊，都做唔切嘅。你將佢擴大第二個行業都得㗎，特別服務性行業。但你唔誠實咧，你做邊個行業對你都唔會成功，係個問題。咁咧，曾經喺2014年2月27日嘅好人好事節目，我哋聽到博士講，認為咧《心經》咧就唔係佛經嚟嘅，咁
咧，博士可唔可以開示一下？咁我哋話心經係應該係乜嘢咧？我哋應該有頭先提過，應該點樣用咧？冇名讀，我哋時空識班啦，有教我哋，嗰啲收錢嘅嗰啲，要報名交學費嘅，第一個問題。咁咧就練咗時空識啦，咁啊大腦裏面嘅重果體同埋烏斯德達所發出嘅藍光咧，兩者之間係究竟有啲咩關係咧？冇關係啊。冇關係嘅關係，第二個問題。咁咧就做咗潛商，亦都讀咗祝福文之後咧，就覺得無論係同朋友啦、家庭啦同埋事業各方面嘅人緣咧，都比較順服咗嘅。咁點解會有呢個神奇嘅力量咧？因為觀念轉變咗。觀念轉變咗咧，就影響咗個人嗰個思維，同埋個價值觀唔同咗，同埋你嘅心量會大咗。咁你大咗，咪可以容納到一啲負面嘅人士啊。即係你或者叫做話你個容忍力大咗啊，咁對個世間冇咁執著，咁咪舒服咗。即是我們逐漸看開了，世界看通了，是這個問題。那就覺得人是很執著的，很難跟別人溝通，那應該怎樣改善？那就不要溝通了，那麼辛苦就做了，自己都挺好的一個人，不要勉強自己啊，你勉強去跟人溝通是未必好事的。我們在世間見很多人，認識很多朋友，很多情，但一吹雞嗌人幫手咧，全部揾唔到一個出嚟。第二個問題。好，我哋點樣去驗證到咧自己個心力咧比以前強咗咧？你如果你要驗證，你要見到揾我問先得當面，我可以試到。安排時間你嚟問我考試得，第二個問題。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咧？點樣獲得智慧嘅觀察力啊？交學費啦，交學費。第二個問題。想請問咧，啊，郭博士，你覺得淨空法師咧，你哋點樣睇咧？我唔識呢個人喎，冇得平淡。你認為佢好嘅，你繼續跟佢學嘢得噶啦。有問題。放生嘅時候咧，我哋嘅心態咧，應該用咩心態面對呢個過程啊？冇心態最好啦。冇心態最好嘅喎。無知亦無德啊嘛，無相嘅功德最大。第二個問題，我哋要做啲咩事咧，先可以增加我哋菩提心嘅願力啊？小朋友拎住，香港人難啊，香港人唔夠條件，香港人做衰嘢已經好噶啦。即係佢連誒對一啲問題有勇氣出聲啊，對個社會唔公平啊，可以有正義嘅都唔容易啦。行上菩提心嘅路難㗎，唔能夠條件講啊得，講啊得。即係喺教堂講，喺嗰啲宗教團體啊，開個壇喺度講一堆理由咧就得，聽就得。做咧就冇條件，佢嗰個做普通人嘅條件都未有啊嘛。香港係一個繁華嘅地方嚟，係好世俗嘅地方嚟，係俾人去揾食嘅地方嚟，唔係俾你做一個上等人嘅地方嚟。
有錢的人繼續要再追逐金錢，追逐金錢跟住要追求社會的名譽地位嘛。這個不是人的地方，不是一個上等人的地方。香港是一個中下等人生存的地方。好啦，咁咩叫上等人呢？一出世都唔使做嘅嗰啲嘢，仲唔使做，唔使翻工，唔使諗嘢。香港好少嘅，因為香港啲人出世唔使做都要去做嗰個大陸啊嘛。佢唔好唔使做嘅，都要趁咧即係搞啲嘢嚟做啊嘛。所以佢咪中咯，由上等人變下等人咯。即係佢出世唔使做。跟住淨係做啲學術研究啊，貢獻社會嗰啲上等人，嗰啲都未係上等喎，嗰啲係中上人。但跟住佢真係一出世唔使做，好似積金莫尼佛咁，哇！再走去追求人生背後嘅嘢啦，嗰啲上等人。再睇生命嘅庇護啊，去研究嗰啲上等人。香港中下等嘅社會。佢搞掂啲卡數，唔使供樓盤，已經係阿彌陀佛啦。咁你哋做咩咧？冇資格。第一個問題，傳統嘅中國文化同埋日本文化有咩分別咧？我研究過，但係研究得好膚淺啊，答你唔到。因為日本比較好深層嘅。如果你在日本住十幾年咧，你都未了解日本文化嘅，所以答你唔到呢個問題。你喺日本住十幾年，你都未知道日本文化嘅內涵係點嘅。等你喺印度住十年八年咧，你唔知道印度文化係乜嘢，係咁問題。基督教同埋佛教有冇分別啊？哦，你問神父就得啦，好大分別。佢話你係魔鬼，你有冇分別啊？仲有問題？小朋友咧，可唔可以開發蟲果睇啊？問醫生最好，呢啲唔好問。仲有問題？人分幾多個層次咧？哦，多咯。人的層次非常非常高，起碼幾千個層次。上網應該揾到少少資料的。如果分到好微細咧，真係幾千個層次。第二個問題。而家香港大學的副校長風波咧，就搞到滿城風雨啦。有位同學咧就違反咗保密條例，咁應該點樣處理咧？同埋揭露咗真相咧，其實係勇士啊，抑或係叛徒咧？唔使處理啊！社會去到呢個時間就啲鬧劇出嚟噶啦，佢屬於鬧劇嚟啫。你本來一無一物，你唔俾佢冇事噶。我陳先生做唔做副校長冇咁大不了，因為社會嘅時代嘅衝擊同埋嗰個時代嘅轉變咧，對我哋普通人咧冇咁大影響。陳文敏做唔做校長關你咩事咧？唔係唔關你事。但我只不過睇得到一樣嘢咧，就話即係香港政府嗰個低能咧，就係睇到嘅。每個地方嘅教育咧，都係受嗰個政權嘅影響噶啦，呢個事實。只不過針過人哋做嘅時間呢個技巧嘅問題。但回歸後咧，就喺呢方面嘅管理技巧咧係冇咗嘅，係好粗糙嘅。呢個係我哋香港回歸最大失敗。推廣任何政策咧都冇咗一種政治嘅智慧。你睇到香港大學個副校長科就睇到冇政治智慧。
別由而家呢個梁振英特首上場之後咧，就更加睇到佢係冇智慧嘅人。第一個問題，我哋問題暫時完結啦。如果大家仲有新嘅問題，可以傳出嚟嘅。是否會影響他的命運的？命運就未必影響到，但被人笑就實會的。那個名字都是四平八穩市正的，都應該的。那你無謂改些無厘頭的名字，在個世俗是有一種笑話出來的。好似嗰個連教育局長叫吳德典撲街啦，係咪？因為個名幾得衰，但係你靠呢個名富貴咧，呢啲係呃錢。不時咁啊，個個人真係整個好嘅名，咪全部唔使做嘢，坐喺度等人到。呢個錯誤觀念。有問題。有位朋友就話啦：今日我哋食齋，點解唔？講佛家言語係咪即係意思係唔講下佛經啊？係咪咁嘅意思啊？嗰位朋友，食齋我冇演譯錯誤啊！食齋同佛冇關係嘅喎，食素同佛係冇關係嘅。喺泰國都係而家都係食肉去嘅喎，啲和尚。順便講下啲佛經、佛教、佛經嘅故事啊！我又不是佛教徒，我是研究宗教的。咁啊，佛經咧係好難講得到嘅，留翻嗰啲叻嘅人講。我哋咧就佛咧代表智慧啊，淨係講一個佛字啦。佛不是人來的，不是釋迦牟尼來的。Buddha 是智慧的一個名詞，就個智慧就屬於深層的智慧，是覺悟了出現的智慧。覺悟了就說你看到生命的背後和生命的宇宙的來去法則怎樣的時間呢，你覺悟了有這種能力呢，你就屬於是有高大的力量，不是人來的，是一個名詞，所以叫做超自然的智慧的力量，超過普通人 的智慧，就叫 Buddha 啦，即係佛啦。咁智慧咧就唔可以用嗰個語言文字咧去演繹嘅，即係你明你就明噶啦，你明咧你講亦都唔會明。咁但係點解有陣時我哋又講一啲涉及呢個智慧上嘅學問都要經過語言講咧？只不過係去舉一個例。用一個技巧，我們用恩明樂的方法去演繹一些隱藏了的學問，令你有啟發，那就提升了你的思維的方法，是有幫助的。
但你正式話要深探討到入去嗰個正式 Buddha 嘅學問咧，一定要經過練功嘅。即係你想潛水潛到幾多幾多尺，一定要經過訓練。因為咧，你喺個門口度行嚟行去嘅啫，即係講講寫寫呢個係最嘥時間。即係等於你個體能，你想增強咧，一定要操練嘅、訓練嘅。你唔經過訓練咧，你唔會增強你嘅體能。心靈嘅力量都係要經過訓練嘅，唔可以話靠把口講啊，或者寫寫下咁，你就會個心靈嘅力量出嚟。同埋大家最緊要唔好驚誤導咗咧，佛咧唔係一個宗教，又唔係一個人物嚟嘅。佛係你自己本身有嘅深層智慧，但你隱蔽咗唔知。到你用翻嗰時咧，這個就係高大嘅學問，智慧嘅學問。但好不幸啦，喺世間，因為有人利用呢種學問咧，去做代理人，再做一個招牌出嚟，再創造一啲人物出嚟咧，就係、是、變咗神啦。有神之後咧，佢做呢個神嘅代理人。咁你喺世界嘅混亂咧，就係、是、神嘅代理人太多。咁啊，啲代理商咧就各為自己嘅地盤咧去鬥爭。咁而家世界咪混亂咯。耶穌都冇話佢搞過基督教㗎，耶穌冇叫人搞宗教嘅，無可麥德又冇叫人搞宗教。臨到喺雙鐵樓，再將個婆羅門教變咗新印度教咧，佢又冇叫人搞宗教嘅。咁但係你搞咗咁多宗教，跟住宗教咧又變咗咁多代理商出嚟咧，因為佢啲行生意好大啊嘛。世間最大、最唔使用本錢嘅生意咧，就係、是、搞宗教啦。咁啊口噏就得啦，喺而家香港做議員都係唔使學歷嘅，唔使考試嘅，你可以吹水吹到唔抹嘴，有人投你一屁咁，佢又可以揾到食噶啦嘛。但係混亂就係咁混亂嗰世界。全個世界混亂咧，就係由宗教搞起嘅，到而家都未埋到尾，越搞越大件事。代理商太多啦，代理人太多，神嘅代理人太多。中國仲多神喎，有土地，有做軍，啊，又太歲，有關帝，又哪吒三太子，又龍王，又天后。乜個個都有個代理商噶嘛，有個代理人嘅，咁又唔使註冊，唔使登記噶嘛。跟住佢話係把姐托世又得，嚇、啊，中葵托世又得，咁又可以做代理人噶喎，又唔使考試嘅。咁大家要明白，正正話呢個人民嘅佛嘅呢樣嘢咧就是。佢應該睇來自星星嘅 PK 啦，快啲去睇。仲有冇問題？好啦，我哋暫時咧問題咧問到呢度，咁啊正式開始公佈嘅大會。神志不清和產生幻覺，
咁阿多塔冇方法可以幫下佢咧？只要有時間嚟嚟萬福珠寶，我見一見俾啲方法佢。我就好難講話係邪教嘅，即係你每日誒一叫正一叫邪咧。但可以嚟見我俾啲方法。係咁問㗎。係。咁啊，另外咧就有網友亦都問啦，有關呢個性愛嘅問題啦，又係嗱，大家都好有興趣嘅。啊，咁但係問題咧係誒點樣產生嘅？效果咧係按照個心態嚟有不同嘅果報啦。咁請問點樣為之神性？就點樣為之墮落？點樣係為之中性？點樣先至叫做可以借呢、這個行呢、這個性愛嘅行為窺探生命嘅奧秘來源呢？首先陶超講揾本印度愛經睇下先。讀完先講啊！啊，學咗初步嘅觀念先。因為最重要的觀念咧就話，結婚人類嘅行為咧係屬於製造生命過程嚟嘅，生命咧本身係神性嘅。咁既然間生命係神性嘅話咧，又有人權啦，又尊重生命嘅存在，佢咪神性先尊重佢先。我既然生命係咁神性嘅話咧，你製造生命嘅過程一定係神性嘅。所以我哋睇印度人嗰啲叉仔咧，稍微喺嗰啲高種族嘅人啊，即係你講到好低下嗰啲就唔講啦。即係稍微係四個種族階級入邊嘅人咧，你見叉仔細路仔咧好靚嘅，好精品，好精靈嘅。當然佢係亞利安族嘅人啦，更加係優質嘅品種添啦。哇！但如果你話你一個男一女，去做呢個性愛行愛嘅愛意嘅行為咧，一路計數嘅，咁你喺個過程一路計緊數，咁你嗰小朋友嗰件精品點會靚咧？係嘛？就話你有個神性觀念咧，你先至有一個好嘅品種出嚟。所以喺大家去印度嘅人睇到啲印度廟咧，外面有好多性行為嘅天數，有啲中國人咧就哇啲阿超鹹濕啊咁，打日本仔佢男女同浴嘅，佢就涉及呢個觀念，即係話我哋大自然本身咧冇分男女。是一個延續生命的行為，是本身神性。如果你沒有神性觀念去看到這些像，你不可以入那間廟，你會污染了那個廟。即是你對那個神性的行為你都覺得是低俗的話，你的心不乾淨，你不乾淨不可以入廟。其他的資訊呢，咁自己上網睇或者揾本印度愛經睇。第一個問題。咁問題基本上問完啦，咁係咪需要功德回向咧？係，我哋今日將嘅功德回向俾宇宙。大家台面有一份嗰個祝福文嘅，有個生命祝福文嘅，咁啊，亦都叫做係將我哋今日做嘅善意行為咧。就同宇宙嘅生命分享嘅，我哋明白到所有生命都係生存喺宇宙相對熱感緣起充滿煩惱缺陷嘅世界，受到物質世界乘住大空衝擊，精神世界嘅生自然熱光擾，喺生命過程嘅生老病死無常變幻實相嘅觸覺，為咗養護己身，直接或者間接受惠咗好多其他嘅生命。使到生命之流咧受到唔同嘅惡性反射衝擊，除咗治癒之外咧，更加唔明白化解嘅方法。今日有緣分同善慧嘅朋友一齊參加救護生命嘅善意行為，感至誠祝福並救護嘅生命咧回苦得樂，直接或間接成就呢次善行嘅人都得到福慧增長。消除人生路上的障礙，並且祝願各方的生命和親友都感應到市民的信息投射，
共沾法益成就，更祝願清淨無染的市民呢能夠感應到天書地機之法界體性力，為宇宙中的生命提供無數的福慧之糧，解決了因果業報不起的法失和苦空無常的輪迴轉觸覺，煩惱知識不受後有。多謝大家的參加和出席今次的活動。今天的活動到此為止。有一些工作大家幫手做的，最近最好就幫手宣傳，叫朋友去看那個星星 PK 外傳，留意星星的 PK 啊，不看看丑寶啊，這套我都說看了了，你打電話通知醫生就幫手看，看完寫文章有獎的喎，你寄回來給我們天羅地網鋪上去，我們現在獎什麼先？職能比賽啊，職能比賽有些翡翠禮物獎的，如果寫得好。另外呢，就大家有時間幫手呢，就將我講醫學嗰方面嘅常識喺 YouTube 嗰啲常識咧，就掟俾啲海外朋友啊，一啲親友睇咯。因為而家醫病都幾亂盡啊，佢哋冇咩方法，同埋有啲方法咧個思維咧錯誤咗嘅，即係由小病咧無端端咧變咗大病啊，一搞錯咗。因為喺嗰個香港嘅醫生咧，佢一坐低以前都有。幫你聽聽下個心臟啊，望下你好多位置啊，嚟同你睇病。而家唔係嘅，有啲朋友同我講咧，佢一坐埋睇醫生咧，佢啊淨係揭開個電腦嘅啫，睇住個電腦嘅，唔係幫你睇症嘅。咁咧就錯咗啦，見到佢通常咧一打針啫，俾紮藥你。冇問你的病情啊，乜都冇。不早就將我嗰個 YouTube 教人練功嗰啲方法，同埋有啲少少嘅醫術常識咧，將個資訊咧掟俾啲朋友傳開，幫到啲特別老人家。嗰個平德宮咧好厲害㗎，平德宮同埋我拍個宮咧，心臟病啊、血壓高啊，係幫到嘅。拍個功咧，就令到啲人長壽啊，同埋唔會話腰痛啊、腳痛行唔到啊。喺嗰個 YouTube 有嘅，呢個大家要俾啲朋友分享。